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到115案哈，陈曼丽委员的提案。来，行政单位，你们冻结十分之一。对，报律改局。115刚刚已经讲完了，现在115，对，现在115。对，报委员哈，那报那个招委那个109案哈，刚刚那个109案，那个蒋万安委员那边有提到说，让我们这个3减45万元哈，那并入到106到108案，那删减金额。哎，等一下，等一下，陈委员已经上来了，你要讲哪？哦，拍谁？你先把我们现在是讲115万，对不对？好，好，115万呢？那个其实上次那个就是我们的公部门呢有来跟我做一个联络了哈，那我也是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上次就已经有谈过，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可能在放假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附近找到他需要的医生，所以呢，他就必须要跑到大医院去挂急诊哈。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当然我上次有听到卫福部的长官就告诉我是说，其实这个部分呢已经有一个 APP 的系统，可是我认为这个 APP 的系统呢，它并没有普及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知道有这一套系统的存在，包括我自己本身哈，我也是那天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系统，所以这个的宣导变得是说非常的没有落实。那一般来说呢，像那天我就查了一下，就是永和的小儿科礼拜天有开的，就有三家哈。那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一般的民众，他在这个三家也不知道，他也如果他没有上 APP 的系统，他可能跑了十几家都没有开，所以他就只好往急诊室跑哈，大的医院的急诊室。所以我是认为是说，我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我们的 APP 的系统，或者说我们有其他的讯息的布达，应该要建制的更完善，而且要广为宣传，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布达的效果，才不会说一窝蜂的都往大医院去跑，因为真的不知道的话，真的只好往大医院跑。好，对，谢委员的指导哈，因为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我们目前同仁一直在加紧作业哈。那包括就是我们前几天跟那个就是基层的那个学会哈，我们也有在讨论，我们怎样能够落实假日，尤其像礼拜天的时候的病人看病的状态。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把它做得很好。你放心，我认为对于民众相关的东西应该排在你们的网页的比较前面，因为那个民众比较会需求，他比较会要去搜寻。对，我们也会把它用一个，就是针对假日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加强。好，谢谢。好，谢谢。所以那个冻结数3减50万元，对，好，科目自行调整。好，三，好，谢谢委员。115案减列50万元，好，那个116案跟117案是一样的哈，我们并案一起讨论。有黄秀芳委员跟杨耀委员提案。这两位，那110现在没有在现场。没哈，刚有跟委员有讨论过，两位都讨论。对对，有个116案的话，我们是改3减50万，科目自行调整。117案。是改为那个主决议，117跟118是主决议。好，那个我们先116跟117哈，116的部分是减列50，对，科目自行调整。那117是主改主决议。对。好，那118案跟118之一。好，118案也改主决议了哈。对，跟117。那118之一，洪委员的部分。撤案。是撤案哈。对，洪委员。好，119改主决议。主决议。那119之一的部分。对。林委员。好，他还没有到哈，我们这个先。哎。那是什么？动。一千呐。一千，这是改的部分吗？刚刚冻结的文字就冻一千。那我们两个月内的话，提出那个工作报告。好，那我们119之一的部分改冻结1000万。嗯哼。
等一下，等一下来。好，请吴委员。120跟动科技的，哎，对，哎，对，我就说没有讲清楚。我跟那个林委员的这个提案相似，就是对于这个所谓分级医疗对整个政策的评估哈，应该要尽速的来做评估了哈，不能说要上路了，然后没有做影响评估哈。所以跟林委员，我们是说要在科技发展的步向下来冻结1000万，好，我们119:1跟。120是一起，好，好，其实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我现在才想起来，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有一次本来部长跟我们要来这边做那个专案报告，是啊，刚好劳动部的议题，所以没有时间做说明，所以大家对这个议题的了解度就一直荡在那里，没有更新资讯，所以是不是可以做更详细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报告？好 ，OK， 好。跟动科技的部分，动科技发展计划的1000万，嘿，好，那个119案跟120案的部分，嗯，对，119:1啦，跟120案的部分，对。好，就是你们健保业务下的科技发展的部分。嗯，前面103-105科技发展的动，这是另外一栋。你们等一下，请教一下。刚才前面对啊，动1000的是要一起动1000，合并动1000。好，那就这个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动科技发展计划。就都并到103-105案的1000万，好，并在一起。嗯哼，所以120案也是这样子。好，接下来121案，这个是我的提案了。对，我们还没有你要说明的。我先讲一下好了啦。好，OK，我想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个偏乡医疗的部分哦，这个偏乡巡回医疗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哈，嗯，所以本席并没有针对这个偏乡医疗的部分好去做实际上的冻结，但是是在你们的业务的部分。嗯，那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因为在这个偏乡医疗的部分哈，我想在这个医疗的我们这个经费。不要变成一个特定政党在使用的这个经费哦，因为我们这样整理一下，我就发现说以后我们要去参加这个民众要去偏乡医疗这个去看诊的时候，我们好像必须要到国民党的党部去挂号呢，这样一列起来哇，至少10来个有查到的，那中间你们确定只有几个10个而已吗？对。好，那10个里面，其实哈，当然大部分有这个有西医有中医了哈，但是我觉得最扯的是这个台东县的部分哈，卫福部台东医院，你们自己台东医院竟然跑去国民党的党部里面哈，好，不管他是民众服务社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党部之下的附属机构，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理想的事情哈，所以我想本席就是对于这个你们过去这个不是很恰当的安排哦，我针对这个部分做业务上的一个经费上的冻结。哦，委员，因为我们事实上那一天您开会的时候，你说到以后我们就立刻处理了，那现在只有剩下台东的长滨乡哈。那地方我们还没有处理好，其他的9个地方我们都已经有做适当的处理，我想未来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是7个还是9个？现在已经有9个处理了。那除了这10个以外，你保证我们未来都不会再查到有其他的？目前我们确定没有，各组他们都去查，事实上是就是说10个。当然我自己也因为那个是业务都有分配嘛，我们事实上是朝这个目标，也是希望应该以后也不会这种事情发生啦。因为这个部分哈，本来我们看了只有，就是说原先我举发了1个嘛，啊，然后你们查到了7个，后来又追加到10个。我现在只是比较担心说后面，等一下我们又发现又有了，应该是不会啦，因为我们都是全部请各区都清查了，嘿。嗯，好，那这个部分我就改主决议啦，好不好？谢谢。好，那个文字再处理一下。好。好，122案，
哎，给来好，我你讲，我已经为恁遐敢有？一百二十。系啊，伫东部挂号的。好了，来杨委员。好，我还是要讲一下哦，刚刚116跟117哈，是我跟黄秀芳委员提案一样，好，所以我们并案处理就是一样减50，然后加一个主决议。哦，主角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提，好，好，好，谢谢委员。好，谁对零七？16117是怎么样？减列50，再加主角议哈。好，那个不好意思，我那个121案，我再补充一下哈。我想你们在沟通的过程，我想我提这个案子，我们是理由正当啊，但是我不希望说有任何的诊所。最后还配合演出，好像要故意流落街头，好像是我们在做坏事一样。但是这个明明就是纳税钱，这是必须是开放，就是给全民来使用。那你真的设在这个党部的附属组织，党部里面或者党部的附属组织之下，这变相的是在做组织的工作啊。那我们提出来，还要故意要到路边去看诊给人家看，这样是什么意思？好，然后再来到脸书上这边乱骂，或者在登报这边乱骂，我觉得这个是很离谱、很过分的事情。好，谢谢，我一定会改善的啦。我不想你们改善，说好，你只要搬离那个地方，然后他就给你作秀，说我要在路边，好像我们在欺负人家一样。嗯，这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嘛。那当我说就那个点，明明旁边就很多场所，乡公所也可以用啊。嗯，他为干嘛偏偏就是要作秀弄到附近去？然后你们这个申请经费的这个医生要这样子配合作秀处理啊？好，我会处理的，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是122案。是跟108里面。好。好，122案。一样哈，冰到前面103案，那几案啊？108案的那几案一起冰案处理哦。一百零八是动103啊，科技发展。哦，103哦。你看我讲对，你还帮我改错。科技的1000万，103到105啦。嗯。好，我们接下来123案的部分哈，改主决议。好，这个案没有问题。来，124跟124之1这两案，我们一起讨论哈。杨委员跟来，杨委员跟洪慈庸委员。我们并案哈，并案处理。那因为洪慈庸委员好像有跟你们讲好了，350，阿伟350，所以就并案3100。嗯，好，好， okay. 好，两案，嗯，并案3100，125案，嗯，李委员，这个不是沟通好了吗？对，哎，这个部分怎么样？科目自行调整三。不，125案，哎呀，330，哎，330动330动50，科目自行调整，哎，对，卡包对，某一个，哎，125是330动50，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减列300,000，哎，然后冻结500,000，科目自行调整。哎，确认一下，李委员办公室是这样哈，好。126案改主决议，127案，蒋委员改主决议，谢谢。好，128案改主决议哈，129案，减列30万，十万，减列1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减列100,000。好，这接下来是几案都是主决议，好，来130案，遵照办理，131案，吴委员的改主决议，主决议有已经修改好了，
修改，修改文字。好，我们这个部分修改文字，好，那待会儿再看一下。你们已经送了吗？送了，送了，送了，送了。好，已经签名了，已经签名。好 ，OK。可是修正完以后 ，OK 了哈，好好，修正后遵照办理哦。132案，姚委员。姚委员，杨耀委员的132案。就主决议了。对，有没有问题？好，谢谢哈，那就修改成主决议。啊，要修吗？没有，因为修改掉了嘛，修完的，嘿，主决议。没有了，没有，没有哈。我是主决议嘛，同意就好了，没有时间的同意。安暖，钱暖。修改文字，修改文字，修改文字，修改文字啊！但是是主编，啊，给了没？还没给。赶快去处理。嘿，而且修，当叫咱修，咱。有啊，他们说他们送过去了。嘿。132案，要先保留吗？好，先保留好了。好，我们先保留哈。来，133案跟遵照办理。134案，134案有修改一些文字，嘿，文字修正后遵照办理哈。对，嘿，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那个主席，那就是刚刚提到109案哈，本来蒋万安委员的那个案子的话，我们是他是要并到那个106到110案那个一起处理，嘿。109案并到106到108案，那三检金额也是一样，45万。没有，我们那个简列50，没简列50，啊，我们并到那边去，嘿，所以好 OK 哈，所以109并到103，106啊，109案并到106案的那一组一起处理，好，那就简列是简列50。好，我们接下来处理国民健康署废书的部分。135案黄委员的提案改主决议。那136案杨委员对主决议也改主决议哈。好，136-1洪委员的案子冻500万，冻结500。137案，我有请委员。吴委员的，是不是可以并案的？啊，并138，137、138、139、139-140、153，并三60万。等一下，你们跳。137、138、139、153，这四案并三60万。那153跟154也一起吗？对，154是另外。可是153跟154那个改主决哦，154改主决议。那153，154是主决议。137、138、139、153，并案360，那科目自行调整。03，委员同意。对，01。并153上嘞，黄秀芳委员，黄秀芳，这样你也并了吗？秀芳 ，OK， 好的，OK， 好，那我们就137、138。
139，一三九三个。对，我们先讲一三八、一三九，跟一四零嘛。然后等一下后面讲到的时候，你们再说。一三八确实是跟我讲了，我同意减列六十哈。啊，对。刘进国委员有答应吗？有是不是？我本来是要跟其他四位一起，并案处理哈。那看起来是减六十万哈，我建议动200万，就是减列六十，钢雕，再动200万，支持哈。你看杨耀委员都很支持我，哎，好，减列六十，再动200，就是137到139案的部分。那140是撤，这是改主决议还是撤案？140，是一三。137单独了，因为一三八它只有190。一三八跟一四零是改主决议，一四零改主决议，他们已经送来，在打字，马上送来。好，一百四十案是改主决议哈。对。那你动只要动137，对，137。不是，因为137刚刚是没有并案。所以137不并案了。现在简略。137不要并案。等一下，请教一下137案那个吴委员冻结200万的部分，跟这你要并到，因为138跟139只有减列60。所以是不是委员的是动而已，不要并案？那所以好，137单独冻结200万，然后138、139就是并案，然后减列60，然后项目进行调整。好。那140就是改主决议，那141案也是改主决议，对。140案黄委员这边，主决议，主决议哈，来143案也是改主决议，那144跟145是同样的案子，那请教一下蒋委员跟林淑芬委员，这边有沟通了吗？林委员。会要动不动少一点，但是数字还没有告诉。那我们先保留好了哈。蒋委员那个是三一百，蒋委员是要三一百。对。现在就144、141、144、141。好。144、146、147、148、149都是三一百啊，一百五。对对，是并案的。我们那个除了要跟委员办公室确认委员到底就是最后协商之后是什么结论的，请报一下就好。那你们如果还要商量，就看在场哪个委员可以帮你们讲一下，这样好不好？这样比较不会坏了体制。OK， 143、100万，144案减列100万哈。那项目进行调整。OK 啦，那个145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先保留哈。那我们接下来处理146案业务费的部分。并144。还？三一百并一四十。哇。这是146跟144。那个，你们那个有，如果私底下先。协商好，讲好哦，尽量我们委员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助理尽量不要替委员那个。我知道他不在了，我是说像那个，如果已经协商好，已经讲好，就请业务单位自己讲就好，这样比较好吗？哎，所以我就后面一起讲就好了。对，你们不要在那里讲出这样很不好。144、146，合并减列100万。对。
好，147案杨委员的案子，并前面的144，并144案。147跟148一起是不是？147、148才同一个科目嘛？对，是同一啊。好，好，哎，同委，对，刘静国委员也是嘛，跟我并案嘛，就减100嘛。对对。就是3100并案。140是146。就减100嘛，是不是？对对对。147、148啦。对。跟前面一起并案。144并案。144几啥人啦？没有，你们不要自己喊。你们不要自己。不要自己喊，要并哪里就并哪里。这个怎么能并？那个刘委员同意是144。刘委员同意跟他并。对。那我不同意啊。啊。你同意吗？不同意。要并案的部分让委员自己讲好吗？OK， 好啊，委员是。我请问一下哦，这样子为什么可以并？同意了，科零二的。科零二的项目。我删的是特定的嘛，他删的是比较大项的嘛。OK， 好。好，他大象的可以跟我并啦。OK， 好。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并啦。好的，好的。就是我跟刘建国委员147、148。好，并减列100，减列100。OK， 好。好，这两个案减列100，但那个项目的部分以杨委员的为主。对不对？两个一样，好，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可以项目进行调整哈。好，那来149案。149案，陈怡明委员、李彦秀委员、张委员，是这个有协调好了吗？对，并一百多少？对，讲好了。3100，并三。并144，这个也是委办费啊，要变杨委员啊，并前面去啊。好。OK。好。并案减100，好。所以147到149，并案减列100万元。主决议。好，150案是改主决议。150主决议。好，陈委员没问题哈。来，151案是也是改主决议。152案是什么？主决议。也改主决议。152。你们自己不要乱，你们不要乱。是那个并146，刚刚有提了吗？并146，3100，并146，这没有主决议。那你们刚刚主决议怎么出来的？讲得太快了，对不起，对不起。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业务费。啊。可以，这样 OK 哈。好，152案，这个并到146案，好，业务费之下来减列100一样哈。其他153跟154案，一样的案子，我们来一起讨论。154是主决议。153呢？黄委员。减列60哈。减列。减列六十。并138。并138减列60。360哈，因为你们没有注意到科目不一样。那153案减列60，那154案的部分是主决议。改主决议哈，好，来155案跟156案也都改主决议哦，没有哈。减列70，来155案减列70，那156案呢？改主决议。改主决议。
好，那个155是科目进行调整。来156-1，洪慈庸委员的提案，改主决议。好，157，杨耀委员，主决议，改主决议。那我们接下来158跟158-1，一直到161案，好，都是同一个，同一个科目的哈。这个部分200，每个委员都同意减列200吗？对，合并。好。好，那就这个部分。还有科目进行调整。减列200，科目自行调整，对，158一直到161案，减列200万元。160改主决议。160是改主决议。对，160案是主决议，好，改主决议。200对，300。好，来，我附送一下，158案到159案是减列并案，减列200元，160案改主决议，161案并要并到前面哦，并案减列200，科目进行调整。好，162案刘委员也是并到161。这已经并案跟这个可以放在一起吗？158那个并案，所以减列这个部分是减列200。对对。好，跟158案的一起处理。对。好，163案吴玉琴委员改主决议，对不对？对。163，好，改主决议。164案杨耀委员改主决议。好，165案。吴委员，讲好了哈，冻结1500。讲好了。好，我同意了。先生，无奈的。对。好，166案李彦秀委员的提案。主决议。改主决议。167案蒋委员。主决议。改主决议哦，来168案。主决议。也是改主决议。169案也是改主决议，到170都是改主决议。对。好，那171案主决议的部分是接受，接受主决议。啊、好好，我每个人遵照办理。你们忽然说接受主决议，遵照办理。有没有听到？接下来我们处理社家属的部分哦，税出的部分，172案中孔少委员的部分。你们协商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是我们的相关的，因为我们的法定编制还有预算员额，还有相关的约聘或者是约雇以及派遣临时人员，这些都受到一些额度的限制啦。所以这边呢，我们是有一些，因为委员是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维护劳工的一些权益哈，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的处理？可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受到一些额度的一个控管哈，所以这个真的要恳请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的预算。好，你既然提到劳工权益，我跟你讲。什么叫劳工权益？就是要符合劳动基准法的相关规定。你们现在是用承揽还是？我们目前还是用约雇，这个是用派遣。劳务承揽。劳务承揽就是派遣嘛？不一样。不一样。是承揽。承揽。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事务性的东西，业务是。他有没有行使到公权力的使用？没有。没有。就是事务性的事项。承揽是你们直接负责监督跟管理吗？没有，不是我们。这东西发报出去就丢给他们自己做，然后跟你们报告说我东西做完了。看业务的那个成果回来，
好，那我们来帮忙把关，然后去，因为有一些都是，那你没有帮忙把关，又说没有负责指导，也没有负责监督，什么都没有。因为要看那个业务的一个执行的成果，就譬如说要完成某件事，业务的成果到后面还是要回到你们这边，对不对？对，因为他一定要有成果，所以你一定要有成果，所以你们最后还是要负监督之责，对不对？监督厂商用那个劳务承揽的这个契约的厂商，所以那个叫做承揽。对，就譬如说，那你刚刚又说不负责，只承包出去，然后由承揽商。因为承包是我们用那个政府采购法，那后续呢，当然就是我要达成这个业务的一个执行成果。我当然知道政府采购法，因为你们就是发包出去就是承揽嘛。所以你们又说承揽不是派遣，那承揽派过去的人不叫做派遣，什么叫做派遣？他是承揽，派遣是另外，就是承揽就是我承揽这间公司，我承揽到你这个业务，然后我承揽的机构，然后派一些人过去那边去执行业务。不一定，因为有一些的业务是你需要有驻点的人力，可是有一些业务不一定需要驻点人力。驻点的人力是你们的人力还是机构派出的？那个公司的承商的人力，那个公司派过承商过去的，那个不是都一样吗？就是机构派过去，只是他负一的责任有轻有重而已嘛。我们这个跟派遣是不太一样，或约聘雇也不太一样。那因为我知道啊，你们那个不叫做，你们一直讲说跟业务当然不一样啊。是啊，你们一直不敢讲出那个叫做承揽啊，你们就大方讲出来那个叫承揽。这一块是承揽的人力，你一直要跟我去辩说那个不是业务人员，那个又不是派遣，那不叫承。这个你知道承揽规避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请委员指教。承揽你规避了职灾，当他发生职业灾害的时候，他找不到你们。可是那个雇主基本上他还是那个雇主的员工，职业灾害如果有，还是要依照职业灾害的处理。职业灾害来对劳基法来对，62条也有规范啊。我们在给厂商的经费里面是有涵括所有的劳动条件，包括职灾。我们在那个契约上面出采购的时候，是有给厂商经费，是有含到这一块。你们是有约束合约来，这是约束发生职灾的时候，厂商必须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说你们规避了职灾嘛，啊你个听无？因为那个就是要监督厂商来执行这一块，因为那个是采购合约。如果厂商钱不够，或者厂商有问题的时候，你们要不要负最终的责任？因为标案里面有把这些，标案里面，但是你回到62条去看一下，你要跟我讲劳动法令。这个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业务哈，的确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要比较是属于。我现在要跟你提的就是说，你们一直说派遣人力，然后用委外、委外、委外，然后委外出去的时候，你就说做负最终的，你又说没有。我说你们有没有负责最后的监督？又说有。最后的是执行成果的一个处理，执行成果的一个报告而已嘛。我们还是要达到我们要的这个工作的绩效。当然，你委外，不然你那个绩效，不然我这么多钱给你，你们丢出去给别人家没有绩效出来，那也很奇怪。是，所以我们会负起这样的一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针对这些的派遣能力，是不是重新去规划跟检讨？你们卫福部有多少个派遣能力？这个是整体卫福部这边会来处理的。我知道整体卫福部啦，我现在不是针对你，针对你说，我不是针对你这个署，是针对你们整个的能力不足的部分的话，用为什么一直在？这也是外界一直给我们诟病，政府带头违法用派遣非典型能力，是希望能够避免。我们是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你们一直讲说啊，业雇人员考试院全系部不同意，那我们自己要做，要重新做改变，要做改变，我们自己要去履历是用什么方式去做？你们有些的业务有没有去检讨，说是用特定性的工作的项目去做处理？因为你们一直很怕，我如果跟他订了契约，就会变成不定期契约。就会变成未来以后会造成很大的后续的问题。
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我们的工作性质哈，这个是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不需要到行使公权力的部分哈，我们才会去用劳务承揽。我现在在问你说，我不单单指你啊，我说你们全部整个派遣人力有没有在做一个执行规划？来了，部长。我现在不是针对他们署里面的14个派遣人力了，找事业嘛。我不是针对他们的派遣人力问题，我是针对你们卫福部整个的规划的人力的问题。早上吴育群委员也特别跟你们提到啊，你们只是规避他什么业，因为受限于业雇人员的一个规范，所以我没办法用业雇人员，那你们就只好继续永远用派遣吗？永远用承揽吗？好，委员，这个我们你说要3个月提计划出来给他，好，我给你们3个月，我给你做成主决议。3个月之后，你如果没有提出来说你们如果改善派遣能力，明年如果还有派遣能力，你们怎么办？我们会逐步来检讨。我问你就好啊。好，多谢，多谢委员，我们逐步来。你讲要3个月哦，3个月提报告哦，3个月你们提出你们3个月之后，明年的预算就没有这些派遣能力的业务了。我也提出检讨报告了，那个900多个通通给你们砍掉。对了，不是那意思。提出检讨报告3个月来的，口罩他做，部长做不出来的。部长，你不要随便承诺，不要乱应哦。因为刚刚我早上问你们的，对，真的，那你自己答应我没救，没办法救你。检讨报告一点也做不到，因为早上我问过你们人事是好人事处的处长，嘿。这样。检讨报告，我那一点也上出来了。好，三个委提出报告，但是你要解决完全没有派遣人力，我相信有点困难，因为这是涉及到人事总局那边的整个对于你员额的掌控。我不公告，我只检讨报告了。因为他这件事他做不到，因为这是人事总局的事情。报告委员，我是提出报告了，检讨报告。对啊，你啊，我也跟人事总处紧接给了警处了，我刚刚就跟你讲，这3个月给你做这样，你出来的还是一样会用，你自己就还要一样啊。检讨报告，吴育群是在帮你们说相的。多谢多谢那个委员，多谢。我就早上跟你们提过，是怎么去解决派遣能力，大家共同来努力。好，谢谢。但是你们要有你们自己的主张跟见解跟看法，怎么去突破人事总处给你们的设定的框框跟规范嘛？是。我一直强调，如果说政府带头派遣，相对的就让民间跟着引用，好，然后民间就真的在指责我们，政府带头为用派遣，为什么民间不用派遣？好，坐下。啊，委员，请代表到警处这里啦。啊，给你们3个月，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3个月的时间，你们大概还是会用派遣。你说不会，以后不会用派遣，然后啊，三个月以后你就提出来，绝对别用派遣。多谢，对咱做下来努力，好吧？3个月我提出报告，哦，谢谢。谢谢委员。好，那就改组决议哈。好，其实算时间，明年排解冻好像也来得及。来，那个173跟174案的部分，我们一起处理哦。那173案，并174哈，那就是减列100万，那科目自行调整。好，173跟174减列100万。好，减列100万，来科目自行调整。哈，175到175、176、177、178，我们也一起并案讨论哦。那请问那个杨耀委员的部分，改组决议。好，改组决议。那李委员呢？李彦秀委员是减列452000，科目自行调整。减列452000。那王委员的部分，王委员是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哈。好，冻结100万，提书面报。那178案的部分，那178案呢？178案是减列450000，科目自行调整。好，那我附送一下哈，我们175案就是改组决议。那另外176到178案的部分，减列452000元，然后另外冻结100万，科目自行调整。178是45万，对啊，所以就是
176是45万2000。是个个别减，一起减、啊，是一起减还是个别减？没关系啦，他就是452000啦，嘿。你们跟办公室确认一下，等一下上来跟我讲一下。好。你们要确认一下、哦、那个178跟176案，到底是个别减列，或者是两个合并？合并减啦，合并减啦，你们确认一下，等一下我回头问你们。好，来179案的部分是动一百，冻结100万。嗯，好，180跟181案，好，我们并案讨论。好，这两案都改主决议。主决议，并案改并成一个主决议吗？这样是。哦，真的、哦，这是两个案。我们等一下再确认一下，哎，这是并案的，180跟180跟181案各改主决议，好，这边两个主决议，好，182到184案我们并案讨论哦，来，那个182杨耀委员的部分改主决议。好，改主决议。那183案李委员，并184案，然后384万科目自行调整，然后还要修文字，我们等一下给文字。所以现在是减84万，减列84万，哦，就不用，好，好，所以183跟184两案。并案哦，减列84万元。对，科目自行调整。好，185案。185案，这个要跟委员做说明。我们刚刚中午有跟原民处的那个原民会的社服处的社服处王处长哈、哦，有跟他做了一些的讨论呐、啊。那因为委员比较关心，像目前55个原住民族地区，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乡镇一个日照的这样的一个多元服务在这个原民地区哈、哦？那因为它是改成从原来的10年缩短成4年，所以我们现在跟原民会讨论106到109哈、哦，在106年是会10家。到107哈，我们再增加了12家，总共22家。那108是到总共到37，那109总共到55。那也就是说，在55个原住民族地区，我们会在4年里面，希望跟原民会能够一起努力，把这个一乡原乡这个都把至少有一个日照的这样的多元服务在里面。那我想我们也会在努力跟原民会这边一起来也发展多元的服务啦，所以是不是可以恳请委员，因为这些都已经先框列给地方政府了，那因为要部件日照一定要赶快能够让地方有拿到经费，他们才可以做后续啦。如果说冻结10亿元，这个对执行面上面来讲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是不是恳请委员冻结的数额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那你说要冻结多少？冻结500万可以吗？你有229亿，那个是我们整个署的预算。好，那个我还是提醒一下，我虽然这边我写一乡一日照的部分哈，但是那个你们那个 B2 那个是什么去的？那个是文化加托，是加托的部分，不是文化站啦。它有一个 B1 跟 B2。对啦 ，B2 的部分那个好像要花9年，是我记得有一个部落文化健康站呢、啊。不是，他要加托的部分。好，那我们就尽量努力来把4年的部分能够努力把它，尽量能够部件多元的服务啦。另外哈，我另外顺便提到，就是说，像那个文化健康站的部分哈，也是一样。我刚刚有提设在那个党部的那个状况哈，
你们那个也要特别注意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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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恳请委员可不可以同意我们冻结五百？等一下，刚刚有。我，你这个礼拜每天都会看到我。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已经要框列给地方政府的经费，然后要去发展资源呐。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个部分，冻结一千。哦，好，冻结一千。好，那其他我有的那个，另外我还是再加一个主决议啦，好不好？那个我等一下文字再准备一下。我们会写书面报告。对，我等一下，我等一下修一下。对，我要修一下文字。好，那个，好，接下来186案，189案，我们并案讨论哈。来，186案，刘建国委员，这个是改主决议，这改主决议，好，186改主决议哦，187案改主决议，也是改主决议，188案，这个是动100万，好，冻结100万，189案的部分改主决议，改主决议，好，那这个部分这样可以了哈，来接下来190案。减列5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减列50。那191案到192案是一样的哈，我们191是动500万。好，191案冻结500万。好，192改主决议。192案改主决议。193案的部分减列50万，减列五十万，好，194案改主决议，好，改主决议，来195案也是改主决议哦，195-1改主决议，跟195-2也是改主决议，这两个案子都各改主决议哈，196案动100万，冻结100万。那197跟198是并案，减列2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197案的部跟198案并案减列20，减列20万，然后199案，冻结1000万，冻结1000万。好，200到202案我们并案处理哦。来200案，200冻结300万，冻结300案哈。那201案的部分改主决议，202案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202案减列100万，好，203案改主决议，对。啊？没有，这边写没有。后来刘委员说要改主决议，我们等一下文字会给。好，204案跟205案，我们并案处理。并案改主决议。好，这两个，是并一个还并两个？就是那主决议是一个还两个？204跟205就是并案改一个主决议。改一个主决议。对。好，204跟205改一个主决议。好，206跟207案我们并案处理。206案王委员的减列50科目自行调整，然后冻结200万。好，206案减列50，冻结200万元。207案动50，冻结50万，合并动，对，就合并动200。206案跟207案合并冻结200万，然后减列50万。好，好，然后208是并206案。这个可以。
208应该是206、207、208一起处理啦。那208案是并到206案的王玉明委员的提案一起处理。他没有特别，就是一样，就是减列五十万。所以他项目不同，项目一样，都是那个。对啊，科目的部分呢都是家庭支持服务。他有同意说要让你们自行调整。好，他同意了，嘿，那就206、207、208并案减列五十，动两百，冻结200，嘿，好。来，209跟210案并案处理哦，王委员。王委员这边是减列100万，冻结2500万。冻结2500，减列100万元，冻结2500万元。来，210案。科目自行调整哈。那210案是减列100万。210案减列100万元，对，好，211案中委员的改主决议，改主决议，好，我们接下来四个主决议的部分哦，212案陈委员遵照办理，好，遵照办理，213案遵照办理，遵照办理，214案遵照办理，214-1案，改三个月，文字原来两个月改成三个月。三个月改两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两个月改三个月，好，好，也改三个月就遵照办理。好，好，来，接下来那个中医药研究所215案哦，杨委员的提案。感谢委员已经沟通过，那这个是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哎，没有呢，你跟。等一下，哦，你是这边，你现在是并到215来 ，OK， 好好，杨委员的部分减列100万是不是？是科目自行调整。好，216，然后219案李委员的部分就跟215就并进来，对，并进来，对。好，减列共同减列100万。好，谢谢。来216案，主决议，改主决议。217案，请求保留，我们再继续再协。217，谢谢。好，来，让你讲解。好，217案哈。217跟218了哈。好，217冻结76万了，218冻结50万。不要进来啊！300几万冻结，3个月了，你就处理啊。我跟委员解释一下，我想因为没有这个很坚持，建议很坚持哦，所以我想你们也跟他做过说明，我想就不要在这边讨价还价。如果你再讲，我就加个24万变100万。没关系的，我们就给他说明一下，但是我们还是维持嘛，好不好？谢谢委员啊，确实，因为760万，我想我们会有心的来做，因为90万哈，这760万里面90万当然是它是仪器，那140万是派遣人员，还有350万是我们做临床的一个研究，这个是中医药。没关系啊，你们内部它是冻结而已啊，它又不是给你们砍。是啊，因为只剩下190万哈，那这个哪有190万？760减90减140，哪有减76而已？760哦。对，去找那哪一波？你要加，你要加码也可以啊，我也不反对啊。你要高站，是啊，那就这样啊。因为建议他非常坚持，我想你也跟他做过说明了嘛，哈。那委员也非常坚持，我这边来表达他的意见了。因为你在跟他三个月之后，你再跟他做过说明，他就给你们解冻了，好不好？哦，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因为他们几百年难得上台哦，所以一定要让他们讲个话。谢谢委员，谢谢主席。好，217案冻结76万元，然后218案冻结50万元。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来，我们要进行，谢谢，回头进行第二轮哦。哎，那我哪几个案子？来，我们处理第二轮的22案，刘委员的提案。22案。OK， 好，我们休息10分钟。
谢谢。不是在讲九一，九一他们一个三国外旅费的部分，不是人员自己加科目，我们定到国外旅费。可是蒋委员的意思只是国外旅费以前的科目让我们自行调整，他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说，还有白老师，他的以前的那个主角椅，他天堂的主角椅还在，他们有带的，可是没有那时候并没有签，有带对，并没有签，所以是初步才会写初步同意。我按钮，我明明讲这个，讲这个东西。他今天很多的问题都是，其实我的内容是，我都讲要，我要讲医疗器材，可是我又很难站在不同的位置，那我就指定的方式，就跟他指定的方式，就是他。这边没有。
好，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的处理哦。来，二十二案，刘委员。我没有那个。主决议。好，改主决议。好，接下来二十八案跟二十九案，这是并案处理哈。二八二九的部分，你们怎么样？刚有、都没有进展。对，那个本来二十九案我们是动五十嘛，二十八案是跟委员有做讨论，对，二十八案是没有结论，没有来。那个等一下来，二十九案是怎么样？动五十，确定。冻结五十哈，那我们二十八案就不处理了。好，我们等你们三分钟好不好？三分钟后没联络到，我们这个案就不要处理了。来，接下来是三十七案。三十七案，动一百，冻结一百万元。好，四十案，四十案是减列五十，动两百。好，科目自行调整。减列五十，冻结两百。来，四十二案，刘委员。是主决议，谢谢。好，改主决议。五十四案，五十一，哦，五十一，来五十，减列二十五，五十一案多少？减列二十五，减列二十五万，对，五，科目自行，五十四，五十四是动一千。好，那所以我们五十到五十四案的部分哦，就是减列二十五万，然后另外再动。等一下，五十万，五十一案，减五十一案是，减五十是合并删减。啊，合并删减。减五十啊。你要五十五十一合并吗？减二十五吧。不是，那时候早上就是讲合并删减各二十五，所以是五十。哇，减五十，对对对。没有，二十五，五十，对，合并删减五十，所以那个五十案蒋委员减列五十万，然后五十一万，五十一案刘委员减列二十五万，请问刘委员你是要合并到五十案的那五十万里面，还是你要另外再减列二十五万？那个组长是希望我另外再减列二十五万的，哎呀，哎呀，所以署长讲说合并五十万，我接受署长的建议了。好，是，谢谢、你们回去再自行检讨一下哈。好，谢谢，尽量同调一下，嘿，好，谢谢。科目自行调整，对，合并五十，合并总共五十吗？还是七十？好，是，好，好。
对，那个跟林委员是不要并在一起处理，两个都不想并在一起。好，那个那就来五十一跟五十案哈是并在一起减列50万元，那另外其他的。林淑芬委员另外提出，五十四案的部分冻结1000万元。好，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来刘委员。对，之前是三合并。刘委员这边是要怎么处理？阿林委员呢？还？减列50万元，减列56案，减列50万元。那5758合并，改主角异吗？动3500，动3500，不指定科目，不指定科目。好好，三减数科目自行调整。嗯，哈。不指定科目，对，有可能。那57跟58案并案处理，冻结3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好，来65到68案，65到68案就是剩下刘建国委员的案子，67案，冻四百。动400，67，并动400，谢谢。这边好像有动到1000万元嘛，68，对，目前是有减列65万9，减列100万，然后到68案冻结1000万元。所以那个400万就并在那个1000万，对对。好，六十五到有有、那你要再加码吗？有简历吗？前面有。3165是3100。就合并动一些，没有没有单独啦，就是那但是他们好，好，我们来65到68案，好，减列100万元，然后冻结1000万元。73到77案，73到77案，刘委员的部分，刘委员部分是三，减列100，冻结200，跟75案合并，74跟75。我们这边应该减列的最高额度是300万元，然后冻结的部分是到2000万元。在73，它就是73跟77要合并处理。那我们这个案子就是来73到77案的部分哈，我们减列3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两千。对，刚才前面那个案呢，在联络那个是第几？28案找到人了吗？哪一个是2000？对，这样还要第？好，那接着是84、85跟88案，刘委员的案子。84改主决议，85也是主决议。88是并案，并90，共350。没有，90是减列100万，有到89、90。对，
八八八九九十一起减列一百，对，科目执行调整，对，并。刚刚那个两千是什么？对，我也要。减列一百。好，刘委员，这样 OK 吗？是，就是八十八到九十案，减列一百万。好，点头了哈。来，第几案？机器有动两千。那个九，我们回头看一下，等一下接下来是九十一案哈。九十一案，我们文字把这个国外旅费的部分删掉，好，这样你们比较好调整，科目自行调整。好，好，谢谢。来，还有九十二跟九十三案，九十二案的部分，刘委员，主决议，来主决议哦。好，我等你。你等一下去看那个两千万的，二十分之一怎么会两千万呢？对，十分之一，因为我们只讲了二十分之一呀、啊。不是，看这个九十二的。主决议。现在在。现在是处理到九十二，没有错了，因为刚才，主席在处理那个八六一到九十三并案嘛，哈，那我刚才是要来提醒那个署长跟部长了，就针对哦，我们这边要管理署在聘请一百三十名的这个临时审查人员，办理什么事情？办理药品、医疗器材及含药化妆品的。查验登记等业务，查验登记等业务，那我是有试一下跟你们的里面的成员讲过说，这个它不是一个几年的计划，它也不是一个试办计划，它是一个政府必须常态做的一个业务。那我们用委托的方式来用约聘的方式来找这些人员来执行一个政府在做常态性的业务，然后又涉及到查验，又涉及到登记，没有错。当然有我们有公务体系的人在做相关的督导，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是有点，那我感觉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政府在做这样一个常态性的业务，在执行过程里面，怎么是用约用的临时人员？就像那天我跟部长特别提醒嘛，就是说我们国会联络人，其实他也是个常态的，那怎么去用一个约用的人员？这我觉得在公务体系里面，政府是在执行制度的，那这个制度是不是可以公平公开，然后可以长治久安？那我们在做一个常态性的业务过程里面，反而我们去用临时人员。我没有否定这些临时人员的作为，但是我觉得政府在这个制度面，我们应该去讨论。那当然，刚才有跟我特别私底下跟我提到说，这条顶头都无必荷兰啊，所以都爱用临时的，都大家尽量去努力争取，结论就是安尼，不对啊。政府精简人事，政府缩编组织，当然
啊，有它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嘛。好，那这一个 FDA 在做办理药品、医疗器材及啊药化妆查验登记，你是今年做完就不做了，还是三年做完就不做了，还是这个业务它是永永远远要做的？那如果它是永永远远要做的，它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去用临时的人员来做这些相关的业务在执行？而且人数不少，130名。是，报告委员，这个我们的药审人员哦，包括那个医疗器材跟药品的审查人员，审查人员在我们早期的时候呢，已经签那个行政院核准啊，就聘请一个不定期的人员，他是可以收支队列，因为这个药审人员他的业务啊，他是比较技术性质的，所以我们收取那个药品的查验登记的费用，那么有多少可以聘请药审人员，这是在行政院是已经有签核准的，所以我们一直持续的执行到现在。我了解了，你们当你要抱怨核准嘛，那你可以跟我讲嘛，近几年来，我讲五年就好了，你聘用的这临时人员130名，有增加有减少吗？有谁换过职位吗？还是说有人被开除了吗？还是你有在多增加人数进来吗？还是维持在100？就这五年来而言，是不是维持在130名左右？我们依据业务的多寡跟收入的多少是有减少或增加的。好，那你可以简单跟委员会报告这五年来增加减少的人数。在104、105跟106，我们有检讨，在这几年是有增加人员，增加人数，对，好，持续增加嘛，对不对？因为收入也增加了。那你会到106年之后，这个业务就不执行吗？不会，不会，还是一直会执行，所以它是常态性的，一直要执行下去嘛。对，所以称为药审人员。我现在不是这个，不是食药署的问题而已啦。哦，可能在其他的部会，还是在部的所属的机关里面，都有这样的事情，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常态性的业务，然后我们聘了这些人叫做临时的约用人员，所以他是一年一聘嘛，对不对？他一签合约就签了20年吗？不可能吧？来，请说。来，跟委员报告，这是经行政院核定可以不定期聘用的一个临时人员，他不是一年就要解除，他可以针对业务的需要一直聘下去。是吗？我被你聘了嘛？对，我今年被你聘了，你明年可以考可以叫我不用再来吗？可以吧？不是，他业务需要，不，你业务到底持续走嘛？持续要执行，每年都要执行嘛，对不对？这个不是短期计划嘛？这也不是说十年计划嘛，20年计划嘛？它就是一个常态性的业务嘛，对不对？对，那我被你聘了啊，我考进来了啊，那你如果明年不要我了，可以吧？除非你业务需要，对，业务需要会持续聘用。业务需要的话，我们会持续的聘用人员啊，除非表现特别差异。哦，我讲你都听无，你讲啥？我实在听不听。那个固定的那个人是会一直聘用的，对嘛？就会你会持续性的一直聘用。这个是一个原本就在你们 FDA。必须做的一个常态的业务嘛，是的，对不对？它不是一个计划型的，它不是短期的，所以你聘的这些约用人员来，它还是叫做临时的审查人员嘛。它的名称叫做临时的审查人员，你们写的啊，也不是我写的啊。为什么叫临时？我们一般都称为审查员。那临时我写的吗？审查费雇用人员。啊，所以临时是我加的，不是你们自己。临时性质还是临时，因为他非公务人员。对吧？他非公务人员嘛。对。一个非公务人员，一个临时的审查人员来执行政府的常态性的业务，然后做到查验登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情况之下，我是在想说，政府在这个体制里面，他原本就应该编列、编足，不管是人员额的人数。还是薪资的这样的一个筹编，他原本就应该去做的。然后我们用一个临时性的，用一个约用性的，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每当我们在讨论到
所谓的临时人员的各部位在比较临时人员还是派遣人员的情况之下，这个就是会被揪出来再被讨论一次。所以我是期待说有新的部长到来，是不是针对这相关的这样的情形来做一个讨论。技术人员呐、啊，技术性人员。处长跟你们。可扣啊，不要紧啊，哎呀。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一块的业务是会持续性，所以其实行政院是特别针对这一块去核准可以长期。行政院没有叫什么特别啦。有这一段，因为很多现在。你不要讲这种叫特别，什么叫特别？什么叫特别？你们这个业务特别，所以你们平等人就特别、欸、特别的特别，特别的临时，临时的特别。拍摄改委员报告啊。我请你跟检讨一下政府的制度、嗯、一个体制、人事用人，你咧进行一个商台的业务，对不对？啊，你进行一个商台业务，你若用约用的，你若用约聘的，用约聘还是一年一聘啊，一年一用啊。当然，你们有相关的考核，你们有相关的督导，这当然是在公务体制里面，他必须去做确立的。那我只是想说，这些人基本上他来帮助政府执行这些相关的业务，他是一个常态的业务，政府是不是可以？导成一个正轨，一个正式的一个制度底下来聘用这些人，是，我们回去检讨好了，我们来争取。因为在整个的要审人员来讲，其实他是技术，主要是审查的技术，而且他有专门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可以立即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这些要审人员可以长期的在我们署里头的工作，那依据他的经验，他的所有的工作的内容呢，跟一般的公务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另外还有一块就是 CDE 嘛， CDE 这边的行政法人化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快一点。谢谢委员，我们会检讨。我要讲的就是说，没有这么快培养出来，但是我们这个业务就是每年在做。啊、你们有培养的计划吗？你們有对人员的部分啊，有吗？对，我们都有每年都有培养跟教育训练的课程，是针对这些人员。然后训练也有评估他的那个不是不是不是，你先是讲说已经进到这一个职位的人，你在对他们做训练嘛，教育讲习嘛，对不对？对。那你所谓培养是要培养什么？是培养这一个，还是培养新的？还是怎么样？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嘿。因为这个技术专业的部分是与时俱进的，对，所以在平常的话，我们都会对他们做这一方面的教育训练。技术方面是与时俱进的，是政府在执行一个技术方面与时俱进的业务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就持续的每年用临时的人员来做这样的执行业务。应该是这么说啊，这些临时人员不是一年一聘的，它是持续性的一个临时人员的业务。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你说不是一年一聘嘛，对不对？对。好啊，他们签订的合约怎么写？你一签就二十年吗？你一签就三十年吗？一签就签到这个业务全部执行完毕之后才可以解聘吗？除了他有重大的事故，经过考核被连续两年打为丙等，你才有开办法开除他，不然你的合约是怎么定的？怎么叫做不是一年一聘？因为契约哈还是一年一聘啦，但是我们报给行政院的哈，它叫做就是办理不定期契约的一个临时人员。只是劳基法规范，所以临时两个字不是我讲的嘛？对，你们原本就是用临时的方式在聘这些人嘛？是，你们原本就一年一聘嘛？对。啊，我是想说，刚好新部长来，是不是针对？这不是只有卫福部里面，也不是只有连 FDA 里面，也相关的部位都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他是一个技术性的专业性的人员，为什么不是我们公务人员可以直接来执行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约聘的、约用的？用约聘约用，我没有意见。但是你回归到一个正轨来讲，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业务里面，它就是必须要执行，它就是政府的必须执行的一个常规的业务。怎么一定要用临时人员，要用约聘人员？那你如果要扶持新的技术人员进来，
那你的扶植计划在什么地方？你何时建制这个是一个常规军，是一个公务体系的人员，你在运用他，你他来帮你执行查验登记的相关作业，为什么一直在说这个这特别报行政院，所以行政院特别同意给你们？为什么这他是什么业务？为什么要特别？你党员你做物件，谁要做特别？我，你一瓶不要靠老边的。了解。要不要？谢谢委员的关心。要不要大家一起纳入检讨？嘿。你们后面音量控制好。像那些基本上都是临时的啦，嘿。委员，我们会积极的检讨，并且向那个人事行政总处来争取这一块是不是应该要增加我们正职的人员。我目的其实是安尼尔嘛，对不？吼，我们就是讲你那如果是，委员，那都讲较清楚啊。你在正常的执行正常态性的业务，每年都要做的，而且你不晓得可能永远越做要越精，越做越专业，好，越做越严谨的，然后与时俱进的，那它就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啊计划里面必须去执行的、啊，怎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是好，我们来检讨。不然我是觉得你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求讨论，然后跟行政院该争取它是一个正规军的一个人事的一个编制，好，这样我觉得。这个新政府啊，会正规做法啦。多谢委员。嗯，我来争取啦，来跟人事总处多争取一些名额。好啊。好，谢谢。好了，谢谢。所以我们结论是什么？92哦，主决议哈、哦，好。113-114案，也是。来113-114的部分，那个洪委员的部分呢？113刚刚也有解列100嘛？那113-1，那个洪委员呢？减列100万，冻结500万。第几？嘿，安诺，这根本他都不够。他就最后要减。嘿。这个嘛。嘿。嘿，安诺。嘿。这个怎么样？减。这个改那个113-1嘛，对不 对？那就是改3-100万元，那科目自行调整。哎，这经常说刚刚没有投入过吗？但是那个杨委员那边冻结500万元的部分，你现在是哪一个案子啊？他现在在讲胡子用这个啊，这个就是刚刚不是谈过吗？113跟110讲的啦，他从这边开始讲起。并案请主席同意并案。哦，对。哎，派姐，那个113案哈，113-1，还有113-2、114、115案，这五个案子都是临时分支计划，请主席同意并案3-100万。有要到115哦。要到115已经过了啦，115我们那个。我们115案刚刚已经通过减列50。这是委办费的部分，现在是谈113-1，还有113-2-114。嘿。对，刚才在谈是减列100，冻结500。都是临时的科目，都是临时的分支计划，请主席。这样的话怎么去回应啊？就是怎么叫跳来跳去？我怎么会知道你们在？就同意了，就同意。嘿，同意。好。哈，同意是？对，冻500，对。好，减列100，冻结500万元。好，113-114案的部分。好，来。好，我们回头看一下132案的主决议。对。
下一个。对，132主决议，那刚刚有请那个，有请。好，132案主决议已经有签名的，主决议。好，文字修正完毕哈。对。145案。高雄。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是你要讲讲了。好，那稍微那个125万哈，对不起，125万，那个李彦秀立法委员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已经征求到李委员的同意，跟124、124之一案合并哈，然后减列100万，冻结50万，科目自行调整。125万。这个可以这样并吗？可是这样不是减比较多吗？没有并案，并案是还是一动就中120万就好了。啊？不是啊。等一下，原来的124跟124之一是减列一百嘛，没有冻结。对，那我们就是把125案，那个李委员同意我们并到124跟124之一。因为科目不同，科目不同是吧？科目一样啊，科目一样，不一样，都一样啊，都是七万一万就不要了。啊，三十万并进去，对对对，三十并进去，125案动五十，对对对，是，所以就是动在115岁下面，是，哎好。好，125案的话是冻结50万元，好，减列就没有了哈。嗯。再来是145案。因处分委员三150万，减列150万，项目进行调整。好，145案的部分减列150万元。项目科目进行调整。好。176案跟178案，社家属好，176案跟178，并案并到176跟178是并案删减452000。好，176跟178案减列，减列452000，科目自行调整。然后到177案冻结100，维持不变嘛？对。然后175是主决议嘛？好。那209跟210是并案，减列100，科目自行调整，然后冻结2500万。209、210并案。那个，你确认跟他们那个王委员跟陈委员的办公室确认过了，是减列100万元，然后科目自行调整，然后冻结2500万，冻结2500万元。哎，这是并案的。好，哎，啊，这个不用了，就今天的就没有了。还有吗？对对对，来28案跟29，28案。好，因为我们案子都已经处理完，剩这个，那没有来的话，我们就不予处理哦。好，已经第三轮了，还没有出现，我们就不予处理了。28案不予处理。295，就这样了哦。好，好，我们中华民国100。我们今天所有通过的预算案哦，这个减列数还有减列数的部分，以及就是我们决议哦，没有特别指定科目项目的部分哦，我们这个科目就自行调整。
好，让业务单位自行调整。那个我们在你说啊，那个主决议的部分，我们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等那个主决议现在在营运，休息五分钟。脚位的套件。
好，我们现在宣，我们继续开会哦。那个，请宣读主决议。第六案，为因应气候变迁，避免造成传染病威胁，以提早进行防疫，作为降低疾病扩散及本土流行。本评估案应提供实证及具体评估结果，以作为防疫政策制定重要参考依据。原要求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妥善规划并善用资源。第十案，原要求疾病管制署持续掌握疫苗接种情形，并持续检讨与加强各项催注措施，必有效提升流感疫苗接种率。第十五案，原要求疾管署加强督导地方政府落实社区动员及资深员清除工作，以有效控制登革热疫情发展，并于三个月内针对预算使用成效提出书面报告。第二十二案，请食药署于三个月内提出上述具体执行项目之书面报告。第二十三案，请食药署落实食安五环政策，加强风险产品及时节性食品之监测，必须随时依风险检视增加高风险产品之抽验率，并持续精进各项检查检验技术，为全民食安把关，以保障国人健康安全。第二十七案，请食药署加强管考，确保该等计划充分发挥效益，以继续保障国人用药安全，并发展国家医药生技领域。第三十一案，原建议食药署加强督导其执行方式，该高额预算之执行成果。第三十二案，原建议食药署加强督导其执行方式，并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说明。第三十三案，查食药署106年度编列化妆品品质管制提升及法规咨询计划委办费280万元，该计划应加强办理 PIF 实作训练课程及化妆品 GMP 内部稽查管理人员训练，提升化妆品品质管制，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第三十三案，现行包。第三十四案，现行完整包装之食品之标示项目尚不包括用以承包或包覆食品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装材质，原要求卫生福利部持续辅导食品业者，鼓励食品制造业者自主性标示包材材质，达资讯透明，并研议相关修法，使消费者安心。第三十六案，原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加强计划管理，以发挥计划执行之最大效益。第四十一案，倦请食药署持续进行食品中非预期及潜在危害物质残留药物污染物之新兴快速检验方法开发研究，精进检验技术，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保障国人食的安全。第四十二案，建请卫生福利部及食品药物管理署针对计划之执行及分工情形，于三个月内提出改善规划之书面报告。第四十三案，原建议卫生福利部应以维护国人用药安全为考量，积极建制及为运用药咨询资料库，供社区药局及基层诊所使用，以活化社区基层医疗照护品质之提升，提供民众更优质之用药咨询服务及用药安全。第四十四案，建请食药署持续进行本土高风险食品食霉性病原之监测，尤其应强化对新兴食品网购通路之监测，以周全食品安全监测之全面性，保障国人食的安全。第四十五案，建请食药署持续进行本土高风险食品食霉性病原之监测，尤其应强化对新兴食品网购通路之监测，以周全食品安全监测之全面性，保障国人食的安全。第四十六案，未来应加强
该等计划之管理监督已达有效落实促进生计保障民众用药需求之责。第四十七案，原请食药署未来持续提升有关计划内容之实质效益，具体掌握各项经费之使用情形，并积极加强台湾与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主管部门之连结，建构医药卫生产业发展之优势环境。第四十八案，原建议食药署确保该计划充分发挥效益，达到强化高阶生技及高值药品管理及满足国人医疗迫切需求等具体成效。第四十九案，建请食药署持续进行针对微质体药品、新兴生物、相似性药品、蛋白质药物、医疗辅具等产品建立品质验证方法达十九项以上，并针对市售产品进行品质调查达六十件以上，以提升管理效能，保障国人用药安全。第五十二案，食安因食安追踪试射业者敏感资料，未持续维持整体系统之安全，应持续导入资安机制部署等措施。第五十三案，请食药署在便民考量上建立更具使用者亲和力之网络版使用界面，依业者资讯技术能力提供 ERP 系统直接自动借接等机制，并强化业者辅导，以减少业者资料重复登打问题。第五十五案，建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应切实办理分析各毒品相关资料库串联所产生的巨量资料库，以发展优质之决策及管理模式，遏止药物滥用危害。第五十九案，为借检讨业务，促进员工情感交流，培养团体精神，鼓励工作士气，维护同仁身心健康，促使组织安定与发展，依中央各机关学校员工文康活动实施要点，编列文康费，请依编列标准及编列需求确实执行。第六十三案，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将行政院食品安全汇报及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之会议记录公布于网路，必利全民参与食安。第六十九案，在不影响其他输入产品例行性检验之前提下，加强日本输台食品之辐射监测，以落实边境查验，为国人食用安全把关，并建请食药署要求日方提供官方证明文件，使得进口。第七十一案，鉴于日本食品之产地查核而来迭有产地标示不实之问题，建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要求日方提供官方产地证明文件，使得进口。第七十二案，要为持续完善资讯系统服务品质及资讯安全管理制度，以符合国家法令要求，并由通过第三方稽查方式取得服务与安全相关验证，以确保系统之可用性、完整性、机密性，并提供可信赖的系统服务品质。第七十八案，原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积极办理相关业务，并确实管理计划执行效益，以达维护国人食之安全。第七十九案，原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持续强化为民服务专线效能，并完善中央检举专线之追踪管考机制，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以达维护国人食之安全。第八十案，为提供民众食品相关咨询，原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持续强化为民服务专线效能，完善中央检举专线之运作，以达维护国人实质安全。第83案建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加强仪器设备采购之管控，避免造成浪费。第84案建议卫生福利部于3个月内提出上述计划105年执行成果及106年重要工作项目书面报告。第85案，请食药署加强考核督导该等能力业务绩效，确保查验登记品质及时效，保障民众健康安全，并于3个月内提出上述具体执行项目之书面报告，含临时人员制度检讨报告。第86案，考量卫福部食药署业余药健康精进药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原要求食药署将24项绩效指标于各该年度结束后，向蒋委员万安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92案，要求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应加强办理厂商检查说明会及法规标准研讨会，协助医疗器材制造厂之品质提升，以保障民众使用产品之安全及效能，请3个月内提出上述具体执行项目之书面报告。第94案建议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未来加强办理厂商检讨说明会及法规标准研讨会，协助医疗器材制造厂之品质提升，并能提高医疗器材制造厂之法规遵循能力，保障民众使用产品之安全及效能。第95案建议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未来加强办理厂商检查说明会及法规标准研讨会，协助医疗器材制造厂之品质提升，并能提高医疗器材制造厂之法规遵循能力，保障民众使用产品之安全及效能。第96案要求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未来加强办理厂商检查说明会及法规标准研讨会，协助医疗器材制造厂之品质提升，并能提高医疗器材制造厂之法规遵循能力，且订出检不合格率之惩戒或精进计划，保障民众使用产品之安全及效能。第98案原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持续打击网络违禁药及违规广告监控，加强民众宣导，并提出改善方案，达到保障民众健康及权益。第101案健保署106年度编列扣减保险医事服务机构医疗费用之赔偿收入预算税入金额2502万7000元，为自105年起查核成效建章，原要求中央健康保险署应核实检讨编列收入。第102案鉴于中央健康保险署所编列预算确为执行业务所必须为同意所列，为请健保署应遵节使用各项费用，发挥最大效益。第110案建请中央健康保险署修订家庭医师整合性照护计划，增加普及度，并加强转诊分流之功能。第117案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106年度一般行政预算较上年度增列2378万1000元，未遵节预算，原要求请健保署应遵节使用各项预算费用，发挥最大效益。第118案中央健康保险署106年度一般行政项下基本工作维持预算，包括办理各项行政工作等，原
国家财政困难，资源有限，原要求健保署新政业务费用应遵准节使用，发挥最大效益。第119案，原要求健保署应准节使用各项预算费用，使预算资料发挥最大效益。第121案，建请中央健康保险署于三个月内提出相关书面报告。第123案，建请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持续加强处理医事服务机构网路连线相关问题，若确因网路问题造成该时段间医事服务机构无法成功查询，应有相关机制可予以排除核删，并加强向医事服务机构宣导可多加利用健保资讯技术服务专线，以共同提升健保业务服务品质。第126项，健保署应透过有效之政策行销，加强国民对分级医疗的认知，导引民众转诊就医习惯，并结合行政资源加强宣导。第127案，鉴于所编列预算确为执行业务所需，为请健保署依程序慎选出国人员名单仓等，并准结费用，发挥最大效益。同时依规定于回国后填报出国报告，供委员参考。第128案，中央健康保险署应尽速办理下面事项：一、鉴于违规查处是监控不当医疗费用支出的最后一道关卡，健保署应持续加强办理例行访查与专案稽查；二、对于重大诈领保险费用案件，更应适时结合司法机关共同扩大侦办，以防度不当医疗支出，提升健保资源之有效利用。第131案，要求中央健康保险署于六个月内提出第三阶段全民健康保险住院诊断关联群推行之时程规划。第132案，建议健保署应研议能兼顾弱势族群以及提高一般民众参与分级医疗意愿之最佳方案。第134案，建请中央健康保险署对于已完成医疗科技评估项目结果未纳入支付项目者，优先针对医疗技术纯熟之项目，研议先由健保比照传统支付项目给付；四、再次通过医疗科技评估，再纳入支付标准。第135案，请国民健康署于二周内提出科技发展工作分支计划及国民健康业务分支计划人事费编列依据及对专业性之要求，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36案，要求国民健康署续名计划委托内容及预期成果于一个月内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40案，要求国民健康署应于今年底前召开专家会议，针对过去研究结果检讨，并共同规划下期计划内容。第141案，要求国民健康署针对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应确实详加规划设计，确保调查结果能提供政策应用，进而对国家及民众之营养与健康状况改善有注意。第142案，要求国民健康署提出103年、104年卫生保健电话调查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43案，请国民健康署应逐年调减委外人力，朝向以常任人力办理。第150案，请国民健康署提出增进活药老化之具体计划，并提出活药老化研究及决策支援系统之计划内容与预期成果于一个月内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那国民健康署应提前检视活药老化研究及决策支援系统计划执行成效，以落实经费使用。第151案，国民健康署应于一个月内提
一个月内具体提供三年计划规划说明，以维护高龄者健康。第154案要求国民健康署应积极检讨改进，强化高龄健康及营养监测与研究，落实经费使用效益。第156案请国民健康署一个月内具体提供老年人营养状况及饮食形态等之规划说明，以确保符合各类高龄者之健康需求。第156之一案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105年办理低温保健之传播策略发展及评估计划之初步成果，及106年计划之规划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57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三个月内针对委托研究保健云计划后续扩充等相关经费，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规划说明。第160案要求国民健康署提出如何建构智慧健康生活圈之执行计划及预期成果，于五个月内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63案请国民健康署于烟品健康福利圈分配及运用揭露之项目机制，于两个月内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64案请国民健康署于三个月内针对采购知识管理、出纳薪资管理系统、网络健康传销效益及署内知识平台等资讯经费使用情形，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66案请国民健康署逐年调减委外人力，朝向以常任人力办理。第167案儿童肥胖比率较我国儿童肥胖比率较亚洲国家偏高，显示国民健康署推动宣导儿童过重及肥胖之措施有待强化，需妥适运用人力，并订绩效指标，并确实达成，以遏止儿童肥胖问题。第168案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106年办理气候偏迁所引发之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之预防与保健宣导计划初步成果，及106年计划之规划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69案请国民健康署于两个月内提出国民健康业务成年及中老年保健业务经费规划具体执行事项，与长照 2.0 衔接之活药老化预防保健之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70案委外人力薪资编列依据如何，是否要求相当之专业性，均待续名，请国民健康署逐年调减委外人力，朝向以常任人力办理。第172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三个月内提出具体说明及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这是针对业务禁用派遣劳工及劳务承揽部分。第175案请卫生福利部及家庭署三个月内提出办理健康幸福社会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与绩效管理，委托专家学者或团体办理纲要计划相关会议、社会福利科技发展教育训练、新兴议题研议政策研究、政策沟通研究等，提出说明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80案请卫生福利部及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于三个月内针对辅具补助方式多元化与相关资源整合计划，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第181案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于三个月内提出身心障碍者优质辅具服务之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及社会福利卫生及与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82案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三个月内提出全国社福法规一点通之说明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85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三个月内提出长期照顾计划 2.0 所设置之原住民长期照顾专章之规划办理情形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另外
推动此长照计划资源，应避免成为特定政党经营组织工具，不得由特定政党组织执行该项计划，或设置于特定政党之党部。第186案，请社会及家庭署于三个月内，针对长期服务能量提升计划提供失智患患者提供失智症患者使用之机构资源等问题，因地制宜推出社区整体照顾模式及机制，及充实长照服务人力规划等，提出检讨改善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及社会福利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他的因为是双面漏掉了。第187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尽速拟定并提出喘息服务由现行每年14至21天增加至每年52天，让家庭照顾者至少可以周休一日以及晚间及夜间服务实施计划，以纾解家庭照顾者之照顾压力。第189案，请社会及家庭署督促地方政府提升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之普及度及照顾能量，简化相关行政作业，以检核方式取代原有评鉴，强化据点基础管理及服务执行面向，鼓励更多民间团体设置据点，于三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第192案，请社家署一个月内针对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规划情形、推动方式、审查机制等，提出整体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4案，请卫生福利部及社家署提出推展老人服务计划执行目的及相关说明。第195案，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三个月内提出现行居家服务给付项目之僵化，以及以小时为给付单位造成民众不便之规划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5-1案，请社会及家庭署三个月内提出社会福利服务业务推展老人福利服务之改善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5-1案，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督促地方政府提升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服务之普及度，并透过据点加值经费补助服务5天之日托据点专职人力或兼职人力，以培养据点照顾服务之能量，简化相关行政作业，以检核方式取代原有评鉴，强化据点基础管理及服务执行面向，鼓励更多民间团体设置据点，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201案，请社会及家庭署研议改善儿少安置教养机构评鉴制度，以及评估运用具体实务经验人员进行外部监督，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提出书面报告。第203案，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提供考察儿童权利公约落实情形与育儿措施及服务之出国考察计划，并考量业务内容，选任适任之公务员代表我国出国，以规划我国社会福利业务，并与国际接轨。第205案，请社会及家庭署于106年6月底前完成托育人员托育品质指标暨公司协力托婴中心设立规格与成本之效益分析之招标采购程序。第211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三个月内提出完整计划及完善保姆照顾体系执行配套说明书面报告，以有效提升托育服务品质，提高有托育需求父母之送托意愿，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216案，卫生福利部规划于这个中药品质研修方法之开发计划，
107年出版的第二版增补版，除新增中药材品项外，同时加强编修原收载中药材之品质规范，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应配合该中药点进行中药指标成分分析之研究与分析条件之开发，并建置中药品质分析资料库，请卫生福利部于增补出版后送本委员会参考。宣读完毕。好，我们今天这个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案，有关社会及家庭署、国民健康署、中央健康保险署、食品药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及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案，业已审查完竣，提报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